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呀？哦，我看到有一个好大那个一个圆筒啊，哎，就像一个圆球上面开了一个洞啊，就像一个飞行舱啊，飞行舱一个洞啊，飞行舱动力都要钻出去的时候，那个钻出去的时候啊，内外压力不一样。那个飞行舱里边和外面那个不一样啊，那个舱不一样，内外压力不一样，内外压力不一样是人把它顶出去的啊，人把它顶出去的话，应该是舱内压力高，舱外压力低，人那个吭一下子就顶出去了呀，哎，那个就这个动作一下子顶出去了呀，啊，你赶紧喊，你说舱内压力和舱外压力不一致啊。你说舱内压力远远高于舱外压力，哎，我都要弹出去了，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临界有个东西，叭一阵风把你吹过来呀，哎，间接性这以后我们眼睛看不见这个东西，把你的风吹过来呀，哎，把你一吹以后就把你吹，往后吹了一下以后，前后压力就一致了呀，哦，然后这个时候慢慢这个压力啊。这个就相当于那个舱在，这个舱，在放气啊，放气就减少这个压力啊。外面有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对着你那个压力啊，让你平衡好啊。就是刚才一瞬间的时候是那个压力，舱内压力高，舱外压力低啊，没有平衡把你人嘣一下就弹出去，又差不多断掉的感觉呀、啊，是不是这个感觉啊？啊，就是这个那个舱把弹出去啊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临界我们看不见一个东西，给你吹风啊，哗一阵风吹过来，就是内外压力一样的呀，啊，内外压力一样的啊，然后再漏气慢慢放，啊，你说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，哎，打开驾驶舱之前，应该先把内外压力搞平衡。压力一致以后才能开舱门，哎，不能在没有平衡压力的情况之下就打开舱门。这样的话有可能舱内压力高于舱外，也可能舱外压力高于舱内。哎，如果舱内压力高于舱外的话，人的部分器官先弹出去。哎，对，不是整体弹出去啊，你今天是那个腰先弹出去了，腰先顶了一个肚子先出去了啊，这个就跟一下子顶了他的腰都要别断的感觉啊。如果反过来，外面压力高。里面吹进来的话，哎呀，这帮一紧的话，可能肚子才重重的打了，像被人家打了一个重重的东西胀在你肚子上呀。如果说这样够的话，今天是胀在腰上，相当于啊。后来好在这个时候，连忙的我们辞官到底重新来，外面有股力量，啊，往里面吹气啊，让它吹平衡了啊，啊，哎，你说，我们这个服务人员怎么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我们这边的服务人员，哎，你说以后产生那个生命有关的事情，我都要亲自检查一下子。哎，不能把我的命运交给别人。哎，你说我的前世，因为。人家的飞行器掉到水里，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应该操作，让它不要旋转。哎，让它不要旋转，哎，我的今生或者来世，我不能再发生。
没有平衡舱内外压力就出舱这样的事情。哎，现在就是把未来的事情提前预告给你了啊，实际上没事啊，实际上预告一个未来的事情给你听啊，当然增长是一模一样的，好在你提前知道了，这个就记住了啊，以后乘飞行器的时候你自己也检查一下，不要全部依赖的人家，人家是好多人都很鲁莽，也不负责任，或者即使很专业的人你也不要信他们啊。哎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，已经把你平衡好了，就告诉你刚才是弹出去啊，好在连忙一股气送过来啊，这个气是哪里来的？是我一年把它拉过来的啊！哦，我这边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赶紧救命呐！然后天上就老天帮忙，一股气冲过来，把内外平压力就搞平衡了，所以你一下子缓过劲来了啊！是告诉你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像未来，你乘飞行器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再做一次检查。哎，或者呢，你如果要做星际旅行的话，要干这么一件事。就像那个我们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不安全的，我趁国外的航空公司这样的意思啊。如果不要执行任务的话，我借用人家那个星际那个飞碟，我不用我们自己星球的那个飞碟，我们自己星球那个飞碟，好像那个人家工作操作不到位。现在这个事情告诉他，你可慢慢这个信息退走了啊。我就是说，刚才我本来我想一个人帮你整的时候，我不是说连线帮你，一开始整我看不见，然后也主力不知道，好像要叫你亲自知道，要告诉到你身边，不能我替你做了一个，你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嘛。他不要叫我做啊。后来我连的时候，我是看到一个黑洞，一个黑乎乎的，就不走了呀，定格在那不走了，所以我连忙就连线给你，明白吧？我知道，你一开始告诉我，你说不能参加的那时候，我本来我想自己搞，后来那个，他不给我画面，你知道吧？我连不进来。哦，好了。我五张他都要那个，顶了。那个腰啊，有可能有点痛啊，还有一点，因为那个重重的顶出去了，像被个重重打一下啊。这个信息已经解除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遗留点，还捅我几个小时也有可能的啊。这个我感觉是里面。哎，是在里边啊。前面顶过。是。前面顶过来。你舱冲出去是这样，后来我们第一次给你进的时候，告诉你有可能是里边压力高是退出去，外面压力高。顶过来，我就告诉你了嘛，就像那个重重的打了几拳嘛，两边都告诉你了啊，反正身上出现的痛什么之类都是这个，你解除了，只是告诉你记住这个事情，还记个教训似的。我现在肚子痛啊，就那个肠子往上传的痛啊，这个痛就是肠子往上传导的痛，就是那个打到肠子上，然后肠子上没往上传的痛。你那个肠就刚才是告诉你这个症状，前面里面压力大。腰顶出去，外面压力高，把你一拳打在肚子上面，把肠子都打伤了，然后痛往往上传导啊！哎，这个你稍微忍一下，那个危险已经解除了啊，只是遗留还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已经解除了啊。如果还有点后期有点，对，那个危险已经解除了。如果稍微还有一点的话，你稍微等一下子，稍微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，不是要好几天，就是慢慢信息退走啊。对了，早上已经基本上感觉没什么那个，刚才突然的，不然的又要过来了，因为我知道有问题。而且这次是在是，对了，就是在这个圆口啊，飞行舱的圆口只有那么大。人家就这样做撞出去的，但你人站起来的时候，舱门一开以后就，这个肚子一块就，先弹出去了，把腰给顶上了，相当于。然后解释给你听的这个是实际这个舱里面压力高，在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种情况，如果外面压力高了，把你一拳拳打过来的，打到你肠子上面，往后打，就是你前面的症状也有，后面的症状也有，提醒你这个，
提醒将来再乘这个飞行器的，要么自己检查，要么要不要自己星球上的，这先租用那个人家星球上的，技术更高一点的，提醒这个事情。那这也前后呼应的呢啊，最后一个大概最后一关告诉你。哎呀，我好在没出去，本来要出，我以为什么事都没有，差点都出去买东西去了。好在我。我也没想到呀。好在我没出去。没想到，我已经信息都走完了，也没啥事。没画面了吗？没画面了，就告诉你这个事。那要不先挂了。